了，我就给你们拍。换 pose， 拍完了。你在录像吗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没有嘚的一声，你以为我是傻子吗？Are you kidding me？ 哇，哎呦，太丑了，只有没有脸的。放大录，录出来什么再说。哎，对，我就站在这儿，你就这样，你就在后面这样录了。知道了，我就给你删这个吗？对，你删的那一瞬间，你告诉我一声。好好，一二三，三。哎呀，能不能专业一点啊，姐？怎么想没懂你意思？就是那种，我觉得那一瞬间我就摆些 pose。哦，我懂了。准备好啊，一二三，二三。